听一下音乐看有吗？我这边在下雨，停在那飘雨的渡口，渡口。
感谢。然后那个，锁定993频的全网最专业、最有颜值的频道。然后我是来自重庆的一个古风户外主播，我叫姑娘，擅长唱歌和跳舞。然后，错了，应该是喜欢姑娘的宝宝们，然后把右下方的直播时通知我勾勾一下。手机用户的宝宝们，左上角的头像有一个关注，点一下。然后那个下面呢，这个舞蹈由你们来选。我这里有两个道具，一个是剑，一个是削。然后你们选一个舞蹈，选剑的宝宝们扣一，选削的宝宝们扣二。然后那个姑娘再给你们跳一个舞蹈，给你们跳一个你们自己选的舞蹈，选剑的扣一，选削的扣二。哎，你们都污了，我应该跟你们说那是笛子，不用看了，这二比较多呀。啊，你们真是，我应该跟你们说那是笛子，你们还会再选它吗？如果我跟你说它是笛子，你们还选它吗？我寻思着你们应该会选剑，行吧。然后下面再为你们送上一首曲子，然后希望你们喜欢。哎，你们真的太坏了。
怎么没有人告诉我没有音乐？哎呀，完了！我刚刚忘记开内放了，你们是不是没有听到音乐？哦，我忘记开内放了。哎，我蒙圈了，这个，对吧？哎，我好想撞死呀！哎，那个，没事，我刚刚忘记开内放了。我这一过来，我看，哎，我内放怎么没有点？不好意思，那个锁定993频道，全网最专业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然后喜欢姑娘的宝宝们，右下方直播时通知勾一下，这边手机用户的宝宝们可以点一下这个上面，可以点一下这个上面的这个头像，然后那个关注一下。哎呀，我都晕了，叫你也听不到。哦，也对哈，叫我也听不到哈。哎，太尴尬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再给你们来一段，忘记刚刚的那个情节，在我这次把内放打开。